在网络上，我刚看到上海经济学者杨鲁军的短文《封城启示录》，短小精悍，言简意赅，现介绍给大家。杨鲁军总结了六条想法：一，这十年最令老夫感慨万千的事，人民一直在吵着喊着要把权力关进笼子，到头来却是权力把人民。 关进了笼子。二有句美丽的现代格言：“城市让生活得更美好。”可这几十年，咱对城市做了些什么呢？老夫一甲子人生，有幸经历了封城、屠城、拆城。三一个三千万人口的大都市，整一个“封”字了得。 想封就封，说封就封。上海是大姑娘上花轿，头一回呀、啊。更要命的是，承诺封期不算数，失信毁约。封上了瘾，封的好横。拧巴。如今一个多月封下来，哪怕封城代价已经远远超过了奥米克隆之害，哪怕黑夜中满城尽是。 呜咽和怒吼，依然没有商量的余地，依然没有解封的日子。奇葩的是，封城的伟大胜利未见封死了病毒，只是管住了人，甚至搞死了人。刘白四，改革伊始，邓小平对国家的设计是改革开放搞活，等多次强调一定要把国民经济搞活。 绝不能搞死，搞活难，搞死易。搞活是本事，搞死是倒退。现在风尘日久，不是搞死的节奏又是什么呢？三十年前，邓公兰寻说：“上海是我们手上的一张王牌。”如今这张王牌还在吗？五，基辛格说有句名言：“一个有前途的政府。” 必须把国家最优秀的人吸引进来。中国古代也有类似的政训，叫“也无遗贤”。这次封城，上海人民没有看到优秀的人和团队，满眼尽是平庸的官吏。全国骂上海，上海人却说骂得真好，理由是现在的上海绝不是上海人的。 上海，而是中央的上海，全国的上海。李强书记是招商专家，老好人；市长是隐形人，管卫生的副市长是团干部出身，从未有过医院的经历；管财贸商业的副市长以前一直管扫黄，据说七擒孟获的。 第 N 代新晋副书记也来自炙手可热的杨浦系。沈大良要求上海进锐出战，但锐在哪里了？六，虽然人民至上的旗帜一直高高飘扬，谁都知道中国实际上是权力至上、政治至上。当年邓胡是坚决把。 人民满意不满意、高兴不高兴、拥护不拥护，作为党国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，以及唯一的检验标准。这次封城，坦率说，上海人民是不满意、不高兴、不拥护的。然而，民意无法至上，民意干不过权力。 不过这一次，上海人是新冠以来第一次以上海人的方式，理性而尖锐，密集而温和，集中表达了对抗疫中权力任性胡来的不满意、不高兴、和不拥护，是对这些年来官廷眼睛朝上不朝下、唯上是从、罔顾民意的一次棒喝和阻击、震惊。 海内外有人说雪崩时没有一片雪花是无辜的，老夫要说起潮时没有一朵浪花是多余的。抱歉，老夫忘了“水能载舟”的下一句是什么呢？下一句当然杨鲁军不便说出来，那我们就顺着杨先生的思路说下去。人们常说“水能载舟”。 也能覆舟，得民心者得天下，但也常说君临天下，一统万民。人民在社会变革中到底起多大的作用呢？说大吧，陈胜吴广揭竿而起，大秦帝国分崩离析；陕北邮差李自成登高一呼，天下震动，吃他粮，穿他粮，打开城门。 银创王统治成铁桶般的大明王朝灰飞烟灭。看来呀、啊，民意不可违，老百姓欺负不得。说小吧，中国历代统治者从来就没有将老百姓放在眼里，民如草芥。兴百姓苦，亡百姓苦。一九五九年到一九六一年三年间。 毛泽东制造的大饥荒将中国农民饿死四千万人，也没有老百姓造反。文革期间还三呼万岁，这个问题到底出在哪了？我的看法是：一、老百姓民心所向会影响政局，所以很重要；二、老百姓并非一个整体，而是分别独立的个体，个体难以影响。 证据，所以也不重要。三，无数的个体想法需要有人为他们呼喊出来，响应的多了，就会形成社会民意，就会变得很重要。一个统治者了解人民的想法，并顺应人民的意愿很重要，这样可以长治久安。反之，你人民的愿望而行，短时间内人民会。 逆来顺受，但时间长了，就会有人能自站出来，说出人民的想法，并最终形成民意的风潮。到了这个临界点啊，再强大的王朝也只有土崩瓦解的命了。今天的习近平政权强大吗？说不强大，似乎也不太现实，因为军队、警察。 都很牛叉，凶神恶煞似的，习也很蛮横。现在新冠疫情蔓延，习亲自指挥，亲自部署，一句话说上海封城就封城，两千六百万市民被禁锢在家中，电子监控、人脸识别、健康码像铜墙铁壁，将老百姓呢、啊、控制得服服帖帖。 但习天天又在讲政治风险，外出如临大敌，感觉他每天都生活在恐惧之中，因为他的内心没有平安，没有对民心的自信。大多数中国老百姓心里是怎么想的呢？我为什么要说大多数老百姓呢？因为啊，林子大了，什么鸟都有，我们只能说主流。 生活在中国社会底层的劳苦大众盼望革命，想一把火把中南海给烧了，想把富人都给灭了。他们的内心充满了苦毒和怨恨，但大多数老百姓还是想安居乐业。他们的想法是一不搞政治运动，不折腾，发展经济，改善民生。 二、与美国等西方国家建立良好的关系，不挑战国际秩序，闷声发大财。三、政治改革、民族化，慢慢来，一年一小步，事缓多元。不要贪图一口吃个胖子。四、统一台湾固然好，但不能使用武力，能统一就统一，统一不了也没关系。 可以共同发展经济，相互往来。五，香港国际金融中心挺好，要求民主化也不错。既然承诺就应该兑现。六，市场经济很好，计划经济只会让中国走向贫困。国有企业没有效率，不能走回头路。七，私有财产要保护，人权要保护。八。 领导干部任期制比终身制好，中国不能回到皇权时代。我认为这就是中国人的朴素想法。一句话，安居乐业，不折腾。谁愿意搞政治运动、相互斗争呢？谁愿意回到计划经济去过苦日子呢？谁愿意与世界为敌，成为孤家寡人呢？ 谁还会愿意拥戴一个皇帝成为臣民呢？民意不可违。如果突破了这些底线，再强大的军队都无济于事，因为军队的战士都来自老百姓的子女。这也是习恐惧的地方，他找不到一个安全的庇护所，成天被持枪的保镖护卫着。但他怎么能知道这些保镖？ 对他忠诚还是不忠诚呢？北京大学退休教授郑也夫的短文呐、啊，倒是说得很实在，说出了中国老百姓的想法。郑也夫在文中明确反对武力统一台湾和武力威慑台湾。他说：“反对武统，一切书生如此表态有意义吗？有，其一，对天大的事。” 成万一的作用就要发生，不然事后我们就追悔不及。其二，我是人民中的一员，武道不孤，故我的反对和击碎武统派声称代表人民。其三，因言论管制，公共平台反对武统的言论几乎灭绝。如此形势下，发出反战的声音弥足珍贵。 开战的第一防线是防无统的舆论，不张嘴就是弃权，都不张嘴就是集体默认无统，不甘麻木不仁。足有必忍这篇自白，针对郑也夫的文章，日本时政分析人士把民夫评论到：全文掷地有声，令人叹为观止，在维权统治下，展现了一个知识分子的。 道德良心和勇气，中国知识分子很多人都这么想，只是不敢说。这种声音很重要，很有意义。如果这种声音多起来，很有可能改变中国。郑也夫也在文中提出了一个重要的观点，那就是中国人应该对重大的政治问题发出自己的声音。表面上看， 个体无足轻重，但正如我前面所说，当大家都发出声音，那就是民意的表达，将会影响国家的走向。特别是有社会影响力的知识分子，更应该像郑先生一样发出声音，这是责任，也是担当。或许你的言论会被屏蔽，但在互联网时代，完全封杀言论是不可能的。 在武汉和西安封城期间，为什么方方日记可以温暖无数人的心灵？为什么江雪的《长安十二》可以洛阳纸贵？为什么上海不断有批判封城的文章流出来？因为这些文字和声音打动了无数人，形成共鸣，形成民意。网信办也只能望洋兴叹。 事实上，中国从不缺乏挺身而出、表达民意的仁人志士。许章润痛斥习反潮流、逆现代，匪夷所思，恬不知耻，丢人现眼，更不乐意。任志强怒斥习是一个不穿衣服也要当皇帝的小丑。蔡霞之子钟顾是政治僵尸，习是黑帮老大。 郑也夫说：“今后中国共产党的领袖能做的唯一渴望载入史册的大事情，就是引领这个党体面的淡出历史舞台。”他们都是在单独发声，但在中国境内存在大量的拥灯和同盟军，因为他们的话是中国民意的体现。中国是中国人民的中国，不是一党。 亿人的中国，十四亿人不能被中共和党魁习近平绑架。万马齐喑的中国，最终还是会有人站出来发出正义的声音。好，各位观众朋友，今天的节目到此，感谢您的收看。